좋아. 我要跟你分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离不开你。对我什么什么，你知道别人都在谈论你吗？对我说吧说吧，即使誓言明天就变。愿望变成眼前的现实。的确是我一直在心里想要遇见的人。昨天读到一句话：战争中你流尽鲜血，和平中你寸步难行。